疫情扩大，全台湾的医疗量能，或者是公部门的负担相对较大。为着要避免部分的民众受到居家隔离的通知时间延后，或者是申请保养的困扰，市长会特亲自前往卫生局来视察台南强制部分的申请流程。如果你是一个确诊者，或者是你是一个确诊者的亲密接触者，好，然后你在确诊者填写他的那个染疫通知的时候，好。那他就会把你列进去，那你就会收到这样的讯息，好，譬如说，你说你现在是新冠肺炎确诊者的亲密接触者，那台南市政府要求你加入啊台南共照云，那你就点选加入的话，然后你就会持续啊接受到讯息，那我就要这边点选吗？啊，点选，啊要启动，然后你就启动 LINE 的应用程式。因为在手机上启动，因为台湾人使用 LINE 的最多，加入这个台南共照云，确定。卫生局表示，台南共照云提供下载谷歌单、快筛阳性、佮有实时关怀等回报的功能，嘛透过 LINE 来绑定，会当得到防疫的相关资讯。另外，卫生局提醒，一个 LINE 干来当绑一个人，领取一个人的谷歌单，避免有人会用假名来领取。台南新闻刘品言。彩虹报道。